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公司拥有音频处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IP 化传输、模拟数字人、AR、VR 等多个热点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能力。广电技术的进步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算力和更可靠的硬件。首先，我们需要应对日益增多的 XR 虚拟技术，同时需要生产效率与能耗方面的平衡。其次，需要优化多人多软件之间的相互协同效率。第三，我们需要具备弹性的硬件投资，使得它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过测试和比较，我们选择了搭载 AMD 线程撕裂者 PRO 处理器的联想 Workstation P8 高性能图形工作站作为我们的算力解决方案。 AMD 线程撕裂者 PRO 7000WX 系列处理器与之前使用的产品相比，性能提高了 13%。 可选择的多核心丰富配置搭配先进的纳米制程和架构设计，让 3D 建模和实时渲染等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在 4K 领域，对于晚会、综艺、真人秀等节目，前期大量采用多机位来进行拍摄、录制，对后期制作系统提出了新的挑战。大洋 DCube Edit 5超高清制作系统针对软件编解码器进行了 AVX512 指令集的专项优化，可显著提高 4K 超高清的编解码效率。联想 ThinkStation P8 所搭载的 AMD 线程撕裂者 PRO 处理器，其高主频加多核心算力可以达到20路 4K50P 的实时解码，相对于原来的平台性能提高80%以上，这让 4K 超高清的内容的制作更加的得心应手。在拍摄过程中，许多镜头需要以数据密集型的 RAW 和 Log 格式进行拍摄，当使用这种类型的素材时，调色师需要能够实时监控最终的结果。由于联想 ThinkStation P8 工作站和 AMD 线程撕裂者 PRO 处理器的高可扩展性以及高速数据传输的 GPU， 4K 8K HDR 质量的超高清图像得以通过视频板卡实时监看，能够立即查看最终的超高清 HDR 结果。而在 8K 领域，无论从内容数量还是应用范围，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这与 8K 超高清内容生产所需的海量算力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相信 AMD 的线程撕裂者 PRO 技术将有助于应对整个行业的 8K 工作流激增。另外，大洋基于 AMD 的平台也推出了虚拟演播室产品轩秒虚拟演播系统，专为广播级演播室的应用程序，是理想的用于创建 4K 真三维虚拟 AR 的包装系统。该系统由 AMD 线程撕裂者 PRO 795WX 提供支持。选择该处理器的原因是它的使用频率更高，当使用虚幻引擎 5.2 创建 AR 动画时，系统相比之前明显提供了更流畅的性能，实测输出效率提高了 20%。 中科大洋作为有着30多年历史的泛媒体产业专业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商，既是新技术的创造者，也是新技术的受益者。赋能媒体，点亮生活，是大洋公司的使命。相信 AMD 和联想将会持续不断地与用户、与合作伙伴一起进行技术的自主创新和联合创新，不断做出新的突破。